比较不同的节奏，它比较属于雷鬼，雷鬼大家有没有知道那个感觉吗？这是比较快的，比较快。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一首是慢版的雷鬼，慢版的雷鬼，你只要记得一个重点就好，就是摇，该摇的时候就摇。哎，表情就这样，表情不能太猥亵，要放松，自然一点。该摇摆的时候摇摆。第二个重点是什么？我刚刚是说一个重点吗？对，一个重点。那再加一个，就是快乐，好吧？快乐。不管你们在做任何类型的音乐演出，最急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快乐。Okay? 不能猥亵。对，不能猥亵。好了，那接下来，就由我带来这首歌曲，来自 Matska 乐团的《一朵花》。叫做卡奇拉波，我猜想你可能是在等待你的那个谁，女朋友，还是刚认识的朋友。突然间你甩甩头，露出半个侧脸，瞬间让我好难过。知道后面那三个音是干嘛吗？就是有难过的感觉，找不到办法，不能笑起来就不对了。哦，对，因为它是很难过嘛，要很难过，很难过。然后为什么沙哑的音又不能像大便一样？对，啊，为什么很难过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接下来我要唱了。哦，重点在这边，好难过，我要离开。你长得像我阿公，越开始。近看吓一跳的时候，你再看第二次会怎么样？会吓一大跳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就这感觉。这不就是我们？对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针对第一次的主歌以后，已经大概了解那个摇摆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慢版雷鬼的魅力之处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这一次的副歌这一句重点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大家一起唱唱看？我数到三的时候，你们就唱。你长得像我阿姨啊，不是长得像我男孔，好不好？数到三的时候，一，左脚一，右脚二，一，左脚右脚，唱哦，不是这个，乱弄。
叫你不要参加综艺节目，现在变身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数到三的时候，一、二、三，你张。因为你长得像我，安可。